不说品牌啊，给你看看这个表像什么，告诉你这是一款飞行员表，你想到什么牌子？我们又回到了熟悉而又亲切的现场，这里是钟表与奇迹2023年日内瓦表展期间很日常的一个行动，就是听讲，开始了。到CEO了。Today, of course, we want to take you back to an era. OK，IWC 今年主推的是工程师系列，确切的说是工程师 SL 系列。我们在聊豪华运动表的时候啊，尊达设计了百达翡丽的鹦鹉螺、艾比的皇家橡树和 IWC 的工程师，但是确切的说，尊达只是参与设计了 IWC 的 SL 系列。今年正好是 IWC 的工程师年，所以他今年推出的新款就是工程师的 SL 系列。这个新款的工程师系列跟老款呢有很多变化，表圈的构造原来是旋入式的表圈，现在是用螺丝固定的表圈了啊，就是三件式表圈。另外呢，它这表盘的花纹也是进行了特殊处理的。关键是什么呢？它这是32打头的自产机芯，还是很有价值的啊。外观打磨方面呢，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它做了一些复合打磨。材质方面呢，有钢材的，有五级钛的。为什么五级钛？五级钛是可以做复合打磨的。不说品牌啊，给你看看这个表像什么，告诉你这是一款飞行员表，你想到什么牌子？现在其实我们是在真力时的现场，全新的飞行员。所谓全新什么意思呢？真力时其实有他自己的飞行员系列，我们从展台上可以看到初代目的这个航空仪表啊，到各代的飞行员表啊。其实曾几何时啊，说起飞行员表都会想到真力时，这个就不说了啊。这款新表呢，最重要的特点一个是外形的变化，一个是材质的变化，还有一个机芯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慢慢跟你说啊。材质很简单嘛，你看这个材质能想到这是黑陶瓷，这是真力时津津乐道，因为他们以前很少用这个黑陶瓷，之前有这个青铜用的比较火，现在它可以上这个黑陶瓷了。外形方面呢，我为什么一开始问你就是让你看这表猜牌子呢？你说实话，就是看了这个外形的话，我也会产生了一些跑偏的联系。但是呢，这就是真力时全新的飞行员表的造型，它追求的风格是极简风格，比较酷。机芯方面呢，大家知道真力时在计时机芯是非常牛的。1969年，它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集成了自动上旋功能的计时机芯，而且是带助轮的，就没得说了。好汉不提当年勇，真力时呢在400基础上又开发了新的一代机芯，就是36字头的机芯。这款就是36字头打头的机芯，应该说呢，它是把擒纵机构进行了改进，更适合展示1/10秒的这个超高频的功能。除此之外呢，大家看这个地方6点钟方向有一个大日历啊，这个大日历呢特别神，这个切换速度啊是1/0.7秒，也就是说它超过了人眼能够识别的速度。时针越过了12点，大日历顺跳到第二天，这个肉眼几乎是无法识别的。还有一个就是没法表现的就是计时按钮这种感觉啊，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就好像是像那这种丝滑体验，就像打开一个扣那种感觉。爱马仕今年的这批表啊，一个是它在材质上做了很多创新，另外呢，它在机芯上也有很多很独特的设计。这么说吧，如果传统的材料、传统的技术妨碍了设计师的发挥，那么爱马仕就要想出别的办法。下面说这款表，其貌不扬吧，但是它是一款计时表 ，chronograph。大家说了，这计时表怎么没有传统的按钮呢？对，这正是设计师的诉求，他想在设计上做减法，所以这一减法呢，把这个两个按钮就去掉了。我们玩表的人也都比较熟悉这种设计啊，这叫单按钮计时 ，monopulse chronograph。顾名思义啊，它的计时功能呢，在这个表冠一个按钮上就可以实现了启动、停止和归零。但是呢，造型又极其简洁。材质方面呢，这就是它的创新材质之一，碳纤维和石墨烯的组合。说到这款表的机芯啊，基于辐射机芯的计时模组，说明了爱马仕的立场啊。既然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机芯 ，Warship 辐射机芯，我们干嘛还用别人的机芯呢？再加上设计师又有这种独特的想法，要做单按钮计时，于是就有了辐射机芯加计时模组的单按钮计时码表，做工也是相当棒的。
每年我来日内瓦表展必须到访的就是这个地方书店，因为在这里你听讲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基础知识，其实有些时候你是听不懂的。在这里呢，你可以获得极为重要的知识，不管你是收藏家、媒体还是钟表工作者，这里都是你必然到访的地方。就因为这个，每年我的行李都会超重。随便拿一本书啊，比如在这里，如果作为一个劳力士的粉丝的话，你会对这类书感兴趣。还有这个，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啊，但是这底下这个作者的名字更厉害，他是 George Daniel， 一个非常著名的。我再带你看看另外一些书。要说真正专业的，这里边书才是专业的。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这个《钟表词典》《钟表理论》《现代日历表的设计原理》，还有这个。这本书我很熟啊，不过很可惜，国内可能已经买不着了。说的跟禁书似的。其实不是，其实因为它的名字大家看的有什么问题没有，所以啊，这本书现在只能在日内瓦表展上或者是在瑞士的很多钟表博物馆买到。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媒体人来日内瓦表展会比别人更累更辛苦，或者是行李为什么超重了。又喜欢钟表又没有机会来表展的朋友怎么办？别担心，给你这个，给你这个，